车开了吗？开了，借我用去。不借。我就借一会儿。一会儿也不借。你啥意思啊？借你车开怎么了？啥意思也没有，就是不借。梁哥，要不开我的呗？我不开，我今天就要开他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借不借？不借。哎，梁哥，你为啥非要开他车呢？是这样的，我昨天来公司，听见他和他媳妇打电话了。老公，一会儿孩子放学，你过来接我俩呗。我这两天手头紧，车没加油。你跟孩子先走回去吧，我一会儿也得走回去。他现在呢，公司效益也不好，压力很大，一箱油200-300块钱，你给他他也不会要。但这时候呢，我要给他加油啊。那也算我一个。